大家早上好，哇！又一個星期咗啊，時間過得真係快，係咪？哇！好，time really flies, right? So good to see you all again.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been doing this online? So every time there's something new to learn. 嚇，我哋每個星期啊，我哋響 CGY 嘅時候都有學習到嘢，所以而家我哋網上啊，我哋咁樣嚟到聚會都有好多次咗嗬。所以感謝主，我哋仲有機會可以聚集響一齊敬拜我哋嘅主，有我哋嘅 CGY 一聽神嘅話語嗬。好，呢個時候我哋將以下時間交喺響神嘅手中，我哋一齊嚟祈禱。主耶穌，我哋感謝你，主耶穌再次嘅有呢個機會一齊嚟到敬拜你，主耶穌幫我哋敬拜你嘅時候，主耶穌。祈求你是喜悅我们的敬拜的，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到在你手中，有祈祷奉主的圣名祈祷， Amen。 好，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主， Come on and celebrate。
慈爱的能力，我们为了地上你。Oh God, it's an awesome God, He brings from heaven above with wisdom, power and love. Oh God, it's an awesome God.是的，我们的主是一个伟大的上帝，阿们哦，阿们哦。好，我们还没叫我们的牧师来到帮我们分享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片段，好像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看回我们以前去哪里玩啊，去哪里聊啊，是一个短短的片段。过后呢，就是我有我们的 Pastor Michelle 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好，早晨，好感謝主，我哋又再次見面啦！哇，好多謝主嘅就係在上一次嘅分享嘅當中，嚇能夠有姊妹們嘅聽到啊，注意到嚇，因為緊張嘅時候都講錯經文啦，
而嗰個經文咧係嚟自民數記第六章，我就講到第七章喎。所以呢個姊妹打俾我啦，係同我講：哎呀，嗰個經文我揾唔到啊，第七章係冇噶咁樣。哎呀，係啊，咁我再查下。我講可能緊張嘅時候漏口啊，我講話嘅時候咧就會點樣樣咧出差錯啦。所以我好多謝呢位姊妹嘅提醒。所以如果我有咩嘢講到唔啱噶，講到或者係快過頭噶，你哋聽唔明白噶，你可以喺 chat group 嗰度寫上，或者嗰度講上，Pastor Michelle 頭先你講乜嘢嘢啊？咁樣樣就讓我喺嗰度答大家嗬。所以藉著呢個交流入邊咧，我睇到時間過得好快啊！今日七月嘅最尾一個嘅星期四，咁樣樣啦，來臨嘅星期日啦，哇！感謝主啊，我哋可以翻教會啊！但是呢可能對 CGY 的頂姊妹又不是那麼開心、哦、因為政府的規定是說70歲以上的是不可以回教會，所以呢當我們打電話通知我們的會友問他們說你要來第一堂或者第二堂的時候呢，說他們很歡喜啊，說可以來啊，但是當一聽到的時候他們已經上了70的時候呢，哇！我哋講好對唔住，好抱歉，你哋暫時唔可以翻嚟嚇。呢個係新盼望中心嘅弟兄姊妹啦。當佢聽到嘅時候，佢哋好失望喎。嗰個婆婆好可愛嘅，佢講冇相干啦，一陣間啫，嚟一陣間啫，敬拜咗我就走噶啦。咁講唔得喎嚇，樓梯一上嘅時候，如果有兩個罵豆喺嗰度嘅時候，你中31,000蚊咯。哎呦，咁樣我唔要啦啊！我的心意是這樣的，你叫我奉獻呢，叫我band in呢，上網呢，或者你們什麼上網啦，篤下啦，就有錢入銀行啦，我不知道，我要自己呢，親身呢，將個錢拿去教會，那我就說，我想啊，你再擠住啦，再湊住啦。到開放的時候說，可以70歲的公公婆婆都可以來教會啦，那你們就來啦。所以呢有些人問我，你的基督恩典中心的 CGY 開了沒有？我說你們知道懂不懂想的，教會都不可以來， CGY 怎樣開呢？但是呢我都很希望快點開，我很想念你們那些雞飯、那些正式的藥材雞、哇，那些餸包、哎呦，想念到不得了，我相信你們現在聽到都流口水啊。所以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的上帝的话语呢，是讲到不要忧虑、啊、所以我相信呢这个忧虑呢是我们怎么样呢，每个人都会有的，但是有时呢小小的忧虑是好，是提醒我们、啊、可能我们会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做事的方法、啊、我们是好的，但是呢太过于忧虑呢就不好了，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健康，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哇你的身边的人都会怎样呢，被你的忧虑来烦到、啊。所以我有一个婆婆很可爱的、哦、她就有申请福利部了。这个福利部是九月，听住九月来临的九月，不是去年的九月才到期。这样呢她就必须要三个月前呢就要去點啊 ？renew 啊，更新啊，先至攞到呢個錢嘅喎、哦，唔係講你愛就有嘅喎、哦。所以咧，佢就喺幾時就幫我講咧？4月啦 ，MCO 嘅時間4月啦，佢就寫同我講啦。佢講：哎呀 ，Pastor Michelle 呢排慘啦！哎呀，呢、這個咁樣嘅戒嚴啊，唔知道幾時咧？哎呦，到時啊，我6月咯，又去唔去得到呢個嘅renew 啊，更新啊，呢、这个嘅福利部基金咧，我几时6月？哎呀，依家先至4月、5月，仲有2个月，我哋可以褪印脚啊，唔好担心。但系咧，你讲唔担心就假嘅，系唔担忧就假嘅。一听亲你嘅电话就讲，哎呀 ，Pastor Michelle， 到时咧嘅咁样嘅情形咧，话唔知6月咧，俾唔俾我去更新咧，出唔出门得去更新咧？我讲唔使惊啦，我讲就算你唔更新都好，你冇得你个时间系嗰日唔俾你出都好，佢都会俾你嘅，因为唔系你嘅问题，
是政府的問題，不是你不要去更新，是因為政府規定我們不能出嘛，政府部門沒有開嘛，關你什麼事呢？又安慰他了。再來電話，哎呀，怎樣好呢？好像現在都未開放呢，怎樣樣呢？哇，經常打電話來我說，我心想，你不憂慮啊，我都煩死啊，啊，結果呢，在六月份呢，啊，他就聽到啊，那些人說，我開了啦，開了啦，他們很緊急啊，那我都是，哎呀，快快帶你去先啦，免得你再打電話來，我們說什麼，哎呀，煩死我啊，啊，所以呢，當我帶他去的時候呢，那個福利部呢是在樓下擺台，不得在樓上，因為那個福利部在九樓，在一個 hotel 裡面的九樓，所以整個 hotel 都不開，所以你不可以進去，所以我們在樓下面擠了這份資料。哇，我想到鬆了一口氣了，擠了這份資料很開心，我就回了，哇，很開心，我就說，欸，不用擔心，誰知第二天早上一早就打電話來，死了，糟了，慘了，哦，我揸緊車喎，我就嚇到我，因為係一個人住啊，單身一個人，我就係七十幾歲人，我以為佢跌到啊，或者屋企發生咩事咁啊喎，佢話咧，我正話同我朋友講啊，我朋友講佢又去咗啊，你又交一張 receipt 俾佢啊，我哋冇收到 receipt 啊，你快唔知幫我份資料掉到去邊度啊？我就好嚴厲嘅同佢講，你聽我講啊，唔係你一個人交嗰日，係好多人交。他就掉你一份，其他那些怎樣跟著掉咯，其他你不吵也好，其他人都會吵嘛，我不懂跟你吵也好，其他人會吵嘛，怕什麼？這樣告訴他，看我這麼撞火了，他知道死了，這陣子惹到 Pastor Michelle 了，不要再來了，他就很激心的 就停下了。但是呢，拜拜跟他聽電話呢，拜拜跟我死了死了，這份東西上不上到去了， OK？就到這個月七月了，啊，又知道有朋友跟他說搬了上九樓了，你可以拿 receipt 了，又約我了，什麼時候啊？我好明天就帶你去，是今天打給我，明天早上就帶你去，就帶去了，我又想到很滿懷希望上到去。後來呢，他們又跟我們說，我入門的時候他說你不用來的，我們已經入了 computer 的，因為點解呢？因為 MCO 嘅事咧，你冇 renew， 我哋都要俾你嘅，淨係呢個今年嘅期間啫，其他嘅你係要翻嚟 renew 嘅。我又同佢講咯，佢唔信我講喎，又再行入去啊，有 computer 嗰啲一格一格坐住嗰啲啊，啊嗰啲每個工作員坐喺嗰度噶，係同佢講啦。佢又同佢講，佢講咩咧？又嗰個人同佢講，佢講婆婆，你唔使 renew 嘅。MCO 的問題是會給你的，你的名字還在這裡，你九月才開始嘛，九月才開始嘛，給到你九月才再給你嘛，現在都未九月。他又在這裡說，哎呀死了，沒給我 receipt 的，沒給 receipt 的，今擺沒給 receipt 怎麼好，你不給我怎麼好，又阿達啦阿達啦，將恩達骨啦，奶奶將恩達骨阿達啦，我說哎呀你再說多幾擺給你聽，阿達阿達那個印度妹幾百人說，婆婆放心，有有這樣。結果怎樣呢？是我就哎呀我都放了大石了，我都很怕他拿不到那個錢，我明天回去駕車回去，我說怎樣啊，放下你的大石沒啊，你知道怎樣認我沒有？他說什麼？等九月咯，九月有入給我就放咯，沒入給我就不放咯。所以這個姊妹呢，他就經常小小的擔心擔心的時候，他有一種問題，就是個憂鬱症，所以憂鬱症，所以呢是怎樣呢？晚晚夜都不能夠睡覺，晚晚夜都不能夠睡覺，經常跟他說最多是睡兩個小時睡三個小時，因為他不用工作，所以日頭最多是睡下睡下這樣。所以憂慮能夠帶來什麼呢？自己的生活上沒有平安，經常在擔心這件事，可能對你身邊的人呢，人家覺得怎樣呢，說一兩擺就 OK 了，經常說，啊，所以他跟我說他家人，他的阿妹不打電話給他的，他的契女很親他都不打電話給他的，我跟他說當然不打了，我說你這麼鬼長氣又這麼鬼煩惱，當然不打給你了。那他說 Pastor Michelle 你又打給我的，我說因為我有什麼呢？有耶穌的愛咯，耶穌愛你咯，
所以我明知你是暗暗沉沉的，我都给你了。所以圣经里面一句话怎样跟我们讲到啊？是讲到啊，所以这个在哪里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这样讲到的。所以我说你们知道，不要为生活上所需的饮食或身上所穿着的衣服担心，难道生命不重要过饮食吗？身体不重要过衣服吗？你们看天空的飞鸟，他们不种也不收，亦会怎样呢？积存粮食在仓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他。所以能够看到什么呢？天上的飞鸟，他没有自己去怎样呢？种啊，收啊，拿个屋仔啊，收着送粮食啊，没的。他们在吃的时候，他就担担担担担回来呢，怎样来吃？或者是他的小鸟，他的儿女在这个鸟巢里面，他们担担回来喂他。他们不种，不收割。所以同样我讲到什么呢？今天能够看到耶地利的田地啊，个花嗰个百合花，佢哋都唔自己都唔识自己耕种噶，系要靠人去耕种噶。佢哋都点样样啦？嗰啲花今日生出嚟嘅时候咧，系好灿烂嘅，但系咧，可能有时有啲嘅傍晚嘅时候咧，佢就凋谢了啦，所以你收割咗佢，你剪咗佢都好，佢都会继续有花蕾，会有生出嚟噶，所以我哋能够睇到咩咧？上帝既然咁样打扮佢哋啊，咁样嚟到照顾佢哋啊。咁嚟到供应佢哋，咁嚟喂养佢哋啊！何况我哋系天父爸爸嘅忧虑啦，所以我哋要点样样啦？今日嘅难处啊，今日嘅忧虑，今日忧就够啦，听日啊又有听日嘅忧虑啦。所以好多个时候呢，在我哋日常嘅生活入边啦，我哋好多个担心，好多个忧虑，好多个挂心。所以你挂虑嘅时候呢，第一影响自己嘅健康啦，我讲咗啦。可能影響到你周圍身邊的人啊？點解你的家人不敢嚟慰問你呢？不敢嚟問候你咧？驚你咩舊事重提一路喺度提緊話嗰件事嗰件事已經跟你講了一大篇道理啦，或者係幫你祈禱咗啦，你都係講淨喺度講冇改變嚇。所以呢個婆婆咧，佢係一個好孤獨的老人家嚟噶，因為點解咧？可能佢真的是太過憂慮，乜嘢都擔一擔心一餐啊！如果你同佢講話人老咗啊，我老咗咧，我祈禱啊，神啊，你俾我老啦，都同樣嘅能夠健壯啊！所以我嗰日睇到一個阿姨啊，一個基督徒嘅姊妹嚟噶，八十歲啊，仲揸車哦、啊！所以我講，我就同呢個姊妹這個阿婆婆講，我講我睇到嗰個婆婆啊，八十歲仲揸車啊！我係諗到講啲積極嘅嘢鼓勵佢啫，哇！我就祈禱啊，神啊，我都要話我活到老啊，我都要每一日我自己能夠揸車啊！哇！如果我活到八十歲，我都要曉揸車啊！當然啦，到時我揸係會代步啦，需要去嘅地方我去啦，唔使可以自己揸車幾好啊！你知佢點應我冇？八十歲，八十歲我都入老人院咯。瘫在那度咯，瞓喺嗰度咯，咁啊！我讲唔系啊，我哋喺祈祷啊，求神俾我哋啊，因为我听过好多个见证啊，我哋可以咁样做啊。所以好多个时候，我哋在生活上咧，我哋睇到好多个环境咧，我哋用人比较啊，觉得嗰个人哇八十岁系咁老啊，要瞓喺张床嗰度啊，嗰个人六十岁就开始由呢度周身痛啊，嗰度痛啊。或者可能是怎樣呢？人老了啊，沒人照顧啊，要入老人院啊，或者很孤孤單單、孤孤獨獨啊，所以我們要學習點呢？來到安排，安排我們自己的事，來照顧自己的身體，來到怎樣呢？向積極的望。你知不知道，當一個人有少少的問題的時候，他坐在那裡想的時候，那個問題就越來越大，身體的疾病都一樣的。如果你覺得哇，我腳痛啊，痛啊，痛痛到我唔行得啊，痛到我唔喐得，你一味係講你腳得痛咧，你個神經線啊，甚至個電線嘅波路啊，要傳遞緊信息個，哇，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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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樣嚇。所以咧，我孫仔咧嗰日禮拜咧
個就係幫佢嘅爸爸去到巴場，叫做更巴喎，唔係更巴啦，係點樣咧？喂泥巴，喂嗰啲泥巴。咁樣咧，佢就興致勃勃喎，細蚊仔嘛，七歲啫，就嚟到咧攞住嗰個鐵錘，攞住個鐵釘就嚟叮叮叮叮叮，好歡喜喎，所以叮叮叮叮叮叮叮曬啦。啊，咁樣咧，佢就翻嚟屋企啦，啊，做咗一日啦，佢就翻嚟屋企咯。翻嚟屋企咧，哇，仲係有電視機睇喎，仲係有窗搞喎，痛冇拉沙冇事。一瞓上床嗰時候，安靜嘅時候咧，佢知點冇，我就幫佢啊按摩下佢個背脊啦嚇，幫佢搞下按摩按摩啫。不要這樣大力，我做乜？不痛的，你试一下，站在那边整天站住，那手要这样哦，痛不痛？啊，有咩？真的，我要打，我打几多啊？你知道吗？我叮叮叮叮当，我爸爸叮叮几多啊？好欢喜咯，啊，所以咧，当系咁样嘅情形嘅时候咧，佢就觉得点样样咧？哇，到夜晚瞓低嘅时候咧，佢就安静嘅时候咧，佢就点咧？哇，嗰啲痛就走出嚟啦，啊，所以咧，帮佢搽下嘅油，第二日问佢咧，哦，第二日冇事啦。我哋都一樣噶，啊，親愛嘅啊CGY嘅弟兄姊妹，好多個時候我哋心中好多個憂慮啊，但係多謝主啊，上帝嘅話語係咁樣同我哋講到噶，係講到咁啊，我哋要堅心仰賴你嘅神，佢必保守我哋十分平安。呢個喺以賽亞書26:3講到噶，所以當我哋唔係俾憂慮嚟影響我哋嘅時候咧，我哋知道我哋係有位神。呢位神系点样咧？能够听我哋祈祷，能够帮助我哋，能够使我哋点样样咧？在忧虑嘅当中咧，能够点样得自由、得释放啊！所以记得刚才我讲嘅，少少嘅忧虑、少少嘅担心系好嘅，因为点解咧？当我哋要挂心呢样嘢、挂心嗰样嘢，我哋要谨慎啊！我哋可能会做好啲。啊，或者我哋會啊，記住啊，記得帶水，記住，記得啊，落水嘅時候要關窗。呢個憂慮係好嘅，你能夠造福好個環境。但係過分嘅憂慮咧就唔好啦，影響你嘅睡眠啦，影響你嘅飲食啦，影響你周圍嘅人啦，影響你點樣咧？生活上嗰種嘅日常嘅狀態，人哋會驚你嚇。所以我哋又靠著主，我哋在主入邊咧，我哋知道，當我哋有憂慮嘅時候咧，我哋要點咧？交托俾我哋嘅神，将你嘅重担完全嘅交俾你嘅神，啊，让神自己亲自嘅担当嚟到带领我哋。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嚟祈祷，主啊，父神，我哋再次要感谢你，主耶稣，我哋人就系一个忧虑嘅人，所以我哋有好多嘅思想，好多嘅谂法，但系往往咧，我哋好中意自己俾自己答案。所以在这些答案里面，我们可能自己又看不到神的作为，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嘛。所以当我们想的时候，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又觉得我们自己做到不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多谢主你的话语讲到，当我们坚心的来仰赖你的时候呢，你必会坚固我们，你必会帮助我们。你的话语跟我们讲到，将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劳苦重担来交给你的时候呢，主啊，你会让我们怎么样呢？活得轻松，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继续的荣耀见证到主你的圣名。求主你的平安临到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求主你的喜乐充满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继续靠着主你的平安喜乐来活每一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忧虑已经你为我们拿走，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要赞美你主。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求， Amen。 多谢主，分享到这处为止，愿上帝赐福大家， Amen。 好，我们感谢巴斯米莎和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很感谢我们的牧师们经常都会抽时间为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好让我们可以更加认识神的话语， Amen。 好，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OK， 拜拜。